请黄主席为我们主持干杯的仪式，请大家给起立祝杯。好，今天我们除了女总统不寿康宁健康夫人美丽，喝杯。是要搁偌济人讲话，已经巴肚真枵啊！但是在这个典礼要开始以前，咱们在要出以前有约法三章。尤其是太太有分位，过去六十一年来，无论是身体、生活上、心灵的精神上，太太对我的照顾、鼓励、支持。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依靠，我要讲一声，多谢你，我爱你。第三，因为台湾看敢那是一个民主化，经济要有发展，但是人民啊，却过得无幸福，这也是我最未放心的大代志。台湾现在问题真多，经济上落入去一个中国市场的陷阱，政治上民主倒退，社会上贫富啊差距啊愈大，暴力的气息啊愈积愈来愈悬，整个国家失去方向。最可怕的是中国并吞台湾的野心愈来愈明显，所谓两化和平。这是一种的这个假现象，真侪人期待一个有能力的台湾领导者，适当的时阵出现，扭转台湾的命运。对吼，啊，老贵啊，经过三代了，哦，日据时代、战后、改良、民主化，这个大概拢有经过。所以总统迄阵我必须叫是哦。上家讲的这个，另外中庭呢吼，有一个贵宾，这位有两只连豚啊。那么因呢以盛开的菊花下腔来遮悠悠，啊来遮嘻嘻，这是象征着呐安居乐业。那么李前总统执政十二年，创造了经济繁荣、政治民主化、社会充满。走来，甲迄个蝴蝶兰讲，讲我敢袂使甲你带倒去。他说好，我跟你回家。这就是以前总统潘夫人。接下去就是咱即卖的最重头戏。